好，接下来看到市民代表林百瑞关心地震后的相关作为，包括灾民救助的权益、公社灾损处理、灾民中长期的安置、振兴观光经济等等。林百瑞希望政府单位能够妥善的来处理，协助民众度过困难时期。市民代表林百瑞关心地震后的相关作为，包括了灾民救助权益、公社灾损处理、灾民中长期的安置、振兴观光经济等。林百瑞希望政府单位要妥善周延，来协助民众度过困难时期。我们花莲市民要振作起来，包括我们市公所呢，在整个灾民的一个，就是救助款、补助款的话，我们会要更加的认真的让我们的灾民呢能够更方便性，能够先导，比如能够先导做一个 SOP 的一个情况，让灾民能够更知道这整个程序灾款的申请的方便性，能够更加的市公所能够更加的配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促进观光，比如说台东县对我们花莲市的一个比如说市长刚讲的能够帮我们来找个石团来给我们花莲市呢促进产业的观光，这样的情形之下，雷同呢我们也可以到其他的各县市能够请他们来跟我们协助来促进我们的产业的观光。市长魏家彦表示，有努力向其他县市长邀请组团到花莲旅游，目前台东县长允诺要带10个团体到花莲玩，未来市公所会继续努力透过全国性的活动举办和宣传，广邀更多游客到花莲来玩。谢瑞慧欢市报道。